相信很多車迷都有一個習慣，擁有了一部真車之後，順手買了一部模型車作收藏。我相信買得起勞斯萊斯的富豪們也不例外。我們今天介紹這部模型車啱曬你們，它是價值接近150,000的1:8 Cullinan， 你看看多大部。現時主流的汽車模型完成品的比例大概是1:43和1:18，但你可以想像一下，買得起 Cullinan 的車主間屋都不會小，放這些小比例下去不得看，所以這部完成品的比例取為代之就是1:8，非常大的比例，5.3米的車長縮小了之後變成63cm， 足足有兩尺長，而且它是非一般的完成品，極度象徵，極度精良。為什麼我說它是非一般的完成品呢？因為這部車涉及超過1000件的零件，製作的工時超過450小時。這麼大部車當然涉及很多跟真車一樣的活動部分，例如頭蓋打開可以看到裡面的 V12 引擎，前後的對開式車門也可以打開看到車廂的內部結構，尾門也是上下層可以打開，更過癮的地方就是它有遙控器，可以控制車外和車內的燈光。咁話曬都係正廠出品啦，呢部 Cullinan 嘅比例上咧係完全正確，冇任何瑕疵啦。咁值得欣賞嘅地方咧就係佢嘅上色水準，好平好滑，同真車一樣係冇瑕疵嘅。大家個兩眼點當然會集中曬喺鬼面罩啊、歡慶女神啊、輪圈啊呢啲咁嘅電道位置啦，咁效果咧係 OK 嘅。咁好多完成品都遺忘嘅地方咧，例如 parking sensor 啊、泊車鏡啊、HUD 嘅 display 啊，連啲燈組嘅層次咧，同一般嘅模型完成品咧，完全係去到另一個境界嘅。佢車廂入邊嗰個觀賞值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你打開車門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內骨位啦、膠邊啦、門扣啦、地氈啦、天花啦，依啲都係做足曬俾你嘅。咁細微位亦都極之多啦，例如藏喺車門入邊嘅遮啦、對花嘅木紋啦、門邊嘅壓花啦，甚至乎依個安全帶啦，完全都係做足曬俾你，好多嘢睇，令你目不暇給啦。總之就係。148,000買到的就是這個顏色和這個車廂。當然勞斯萊斯其中一樣最厲害的服務就是他們的個人化 Bespoke 服務，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車身、不同的內輪配搭，這部完成品一樣得，但價錢會升到220,000。這個 Bespoke 的服務可以提供什麼呢？車身的顏色，或者是加一條線在車身上，地氈顏色、皮籠顏色、安全帶顏色，完全可以任你揀啦。當然亦都可以木紋，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啦。值得一提的就可以揀左右軚的服務啦，甚至乎你有專屬的壓花、有頭枕的繡花，這個車咧亦都可以同你的真車一模一樣。接近230,000去買一部模型完成品咧，係真係好誇張、好離地嘅事。口痕友咧自然會話：哇，我買部真車好過啦。但係對於買得起勞斯萊斯的車主嚟講，230,000求其加個 option 都唔止啦，同埋都係散紙嚟嘅啫。況且咧，呢部車個觀賞價值、精密度、玩樂性，樣樣都係高嘅。咁買得起真嘅 Cullinan，爭在係一定要儲埋，同埋一定要選購佢嘅 Bespoke 服務咧。但係遺憾地咧，佢冇辦法加到依個香港車牌啊、中港車牌，咁依啲就要自己揾人搞咯。我动新闻呈现100,000火急大抽奖，连续8个星期四送100,000预付卡签账额，以下升级一会员参加，想参加就要100,000火急了。